里，好开心哦！等一下，哎呀，给你们看今天的衣服，嘿，主播晚上好，晚安。椅子好爽，换椅子。晚安，九蛋晚安。肉粒下晚安。是我的网络的关系吗？高兴呢？话说我抽到卢卡玉纸笔穿鞋哦，真的吗？你抽到哪一张？大头？哎，不是大头，全身。半生想听卢卡唱新型病毒，新型病毒吗？我可以试试看，可是我没有学过。他话跟晚安，凯秋晚安，乐意下黑人生哦哦，很开心，你那么高兴。依然晚安，凯秋谢谢送我巨蟹宝宝。一进来看卢卡在，那还以为又要喊我太阳哦。好丢脸哦！我后来很多人就传，很多人破，蛮多人破现实，就是那一段，超丢脸的。卢卡，我问卷有乖乖填，那个圈填只是开玩笑而已，怎么啦？晚安，卢卡乐。但愿心情病毒的你，把我放电十足定力。呜，阿里嘎多。草莓酱嗨，玉兰三险拿到好适合待遇，真的吗？好开心！我三张里面最喜欢全身的。浩逸晚安。哦，玉兰谢谢送我巨蟹宝宝，宝宝的，宝宝，难得的帽T。造型对呀、啊，只是好热哦。mini c o 的问卷最后面有问卷填喜欢的成员哦，原来如此。我只拿到二套哦，真的吗？所以就是 B、C 张，只要拿到一张是不是？帽T。mini 谢谢送我玫瑰，谢谢变送我一元棒。对，晚安。我快要考虑，我只会看卢卡跟佐佐，等你。哦，爸爸舅舅晚安，劳力晚安，明君晚安，杰克黄鱼晚安，很熟，八尾晚安，天蝎晚安，加速还有浪客晚安。英国晚安，拿到晴天娃娃的那张哦，所以你也拿到吗？哦，等一下，晴天娃娃，我想一下，我是哪一个？晴天娃娃好像是那个半身的，是吗？谢谢公车迷送我乐，谢谢浪客送我乐，谢谢送我掌声鼓励八加九，冠伦晚安。看到卢卡是我最开心的一次，真的吗？等等等，幻影战士可能晚安。啊，对，穿帽T真的还蛮热的，虽然这边是透气。爱心，一凯晚安。真的啊，认识卢卡也是我的荣幸，半生的哦，我知道了。这样，这个，啊，布拉格米多桑，啊，晚安。我记得是半身是这样，全身好像是这样。
然后大头的我忘记了，大头是这样的。甲骨文晚安。那卢卡的纸笔都出炉了。对啊，可是我不知道我那个三月的时候的纸笔是谁抽的，我只知道两个人。谢谢，我心情好多了。嗯，这件好看，真的吗？谢谢你。但我真的很少穿这个颜色的，就是算是有点靠近绿色的水蓝色。懐かしいハーモニーハーモニー好きだよと言えず抑えてきた胸の痛み。喜欢这首，我也喜欢。爱心，哎呀，颜色很特别。对对对，一下子忘了讲成 Black Beat。马良晚安，爱心的设计好赞。卢卡天气热热，吃不下刚刚吃凉面。卢卡吃凉面喜欢吃蛋小黄瓜吗？哦，我吃凉面，我应该会都会配小黄瓜。玉安晚安，谢谢送我选，不是，对，谢谢送我选票。Jack 晚安。我忘记了，刚刚谁说拿到，谁说拿到全身的？哦，没事没事，看到。谢谢爸爸，谢谢阿云送我。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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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谢谢送我选票。那个是买越多张越容易中吗？我想问一下，我不知道。很可爱的毕业耶。Happy Love 晚安。我今天买的饮料，我其实很少买饮料，可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想喝。上次我妈妈说你很可爱，我奶奶说你很可爱。哦，真的吗？你给家人看我的照片是不是？开心。对，买越多包中奖，中签率就越大。原来如此，你可想不是。德全晚安。这个感觉是蔓越莓之类的药哦，这是葡萄茶加芦荟。又可以今天到十点半吗？今天到十点，一点五小时，两抽抽的话几率比较高哦。原来买七包可以抽一次纸笔这样。哦，了解。所以如果想要两个人的纸笔，只能买14包这样吗？七包其实蛮多的。七包，葡萄茶加芦荟，对对对。阿大嫂晚安。下次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五？礼拜四，我记得是礼拜四。有没有想打喷嚏？对，啊，坤坤晚安。那我抽一次就中，真是哦。买了还不一定会抽到，好像也是。是，我看到有些人就是连续两个月还是三个月抽到同一个人的纸笔，觉得很厉害。抽纸笔一次最少七包，都到88，哦。我记得24跟日，对对，没错。哦，我今天整理了房间，然后就是不需要的衣服都丢，然后可能那些衣服有点发霉吧。整理之后就是过敏变严重，正好有两张特价哦，原来。欢迎晚安，
每次包邮一张特点哦，原来对，但是不一定收得到，而且还不是自己推的纸笔。嗯，是这样吗？好奇的是，至少有每七包的话，如果就算没有拿到自己推的，也有可能会中奖其他人的纸笔。这样好奇怪哦，我觉得应该要送给就是推那个成员的粉丝啊，也有可能是那成员竞争率比较低哦，这个我觉得一定有。啊，豆沙，ご飯食べました？有吃，我今天吃外面的热炒外带，依然谢谢上的鼓励。阿奇拉晚安，富维晚安。学习则勇敢，我就是喜欢卢凯真幸福已满分享温暖的情感爱，爱哒哒哒，整理辛苦了。对呀，卢卡晚安，富维晚安，卢卡的旧衣回收50收，买七包可能可以拿到纸笔哦，是可能可以，可是不一定是那个成员就对。不过这次开奖，卢卡除了指定其他两张，我都没中，哦，好可惜哦。一次只有三张纸笔，如果三个人以上抽，就会有人要哭哭了，所以还是要看运气，因为七包只能指定一位。原来如此，今天卢卡吃炒饭吗？不是炒饭，炒牛肉之类的。饭的话，我吃白饭。抽签就是看运气，不是如果会拿到，非指定成员纸笔，表示那位成员没有三人以上指定。是真的是三个人吗？还是我不确定？抽签是这样，七包一个抽奖机会，先抽指定的肉，有没人指定的成员。瑞凯，你唱好小心，真的很好听，谢谢你。下次夜色升起就只有两张纸币啊！哦，对，而且那个不能指定吼，所以真的要靠运气。牛肉很好吃，我有阴性皮肤炎，四年前被医生诊断不能吃牛肉哦，好可惜哦。你还好吗？对不起，我一直这样。要看单月一套成员有几张，如果有人直接抽没拿到，就是三个人以上抽了。哦，你晚安。一次升血签几张就是有几个资格。哦，你好，晚安。今日の私服可愛い。ありがとう、谢谢你。你谢谢上 love。厌世三弦应该是抽得到。如果是厌世，就一套两张，那就只有两张。厌世可以指定纸笔吗？是不能指定。等一下哦。哦，对，厌世章没有指定款吗？没有 A 款，就是只有 B、C， 所以不能指定。可是想抽纸笔就可以。想抽纸笔的话可以指定，这个意思吗？哦，原来我懂我懂，那大家加油。希望你们拿到卢卡的。可以指定成员纸笔，可以指定你想抽哪个成员，只是纸笔只有两张而已。对对，你说的没错，对，两张耶，不知道谁拿到。我办会员卡有指定你哦，哦，真的吗？谢谢你，我不知道有没有签你的名字。哦，刚刚办哦，那还没。厌世的只有两张，太刺激了。对呀，幸福晚安，宣扬晚安。还好有拿到卢卡签名的会员卡了哦，真的吗？恭喜！可是我不知道你的本名，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签你，对不起。不过这次买的人比较没这么多，很难说好不好抽。哦，对，因为是随机的嘛，那应该有可能。哦，你可以说我本名吗？那你抽到我的时候告诉我。礼拜六要毕业典礼了哦，这么快哦，对哦，已经六月了哦，好。
好想放圆球粉泥哦。哦，所以 Lingo 知道吗？没关系，粉泥要低调。英文米 Jack， 哦，原来。Luca 比我，比我先毕业哦，对啊 ，Luca 比我比你先毕业，苹果快报，苹果的姓是林吗？还是那个就是，那是你的那个绰号。我在一站台已经不会被叫称号哦，真的哦，直接叫名字吗？如果我是射手，你是什么星座？我是金牛座了。我跟祖祖跟嬷嬷是金牛座，所以一开始会起身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就大家说我是什么什么座的，我是什么什么座的，然后我一听到。祖祖说我是金牛座，然后我就说，哎，我也是，我也是。哎，我偷偷说，啊，我也是。对，其实有三个金牛。昨天晚安，欧瑞酱晚安，谢谢上我那儿。对呀、啊，很多金牛，所以很久没有一套两张性的升学了。哦，谢谢送我很多玫瑰之礼啊！谢谢偷偷加送我玫瑰。为什么要突然不嗨？没有，因为我看到比自己嗨的人就会哦，我也是，而且是第一次见面嘛。谢谢 Black Beat 送我选票，谢谢送我乐儿偷偷加送我好多。其实之前十八年的感恩万岁生诞升学，其实一套人，所以只比较两张。哦，原来。姓是对的，还好我称号跟本名完全对不起哦。那我可能不知道有没有签你的，没事啦。阿贵仔晚安，阿华晚安。还好如果是播三天，比如说暑假他要播三天，暑假过了就不会。原来阿贵仔晚安。其实之后呢，不到直底也要多做一些 BC 款。嗯，你说我的 BC 款呢，还是其他人的？阿尔法晚安。哎，也好想跳这首哦。听说前辈们有跳过。本名被抱久了就习惯了，没事没事，我们名字都是本名。王维，谢谢上期姐姐。BC 就是除了指定的姓升学哦，我知道我知道。A 是全身哈 ，B 是半身吗？哎不是，对 B 应该是半身，而 C 是大头。啊，坤坤想要我的大头照吗？你的啊，因为感觉很多人要抽。哇，开心 ！BC 款就，等等的，碰奖在外面。米优晚安，小巨蛋跳过跟本家全对。卢卡，你的名字不错听，谢谢。阿布的名字在美国就有，对啊，玛丽亚。Oh yeah， 还有什么？现在能抽到的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对，卢卡三姐的确抢手是吗？我不知道哎。啊、我其实上次偷偷看，就是，也不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全部，但是，就是，还是不要讲了，我好害怕，等一下我请鼻涕啊，对不起。
以，陆可燕是身形很好看。谢谢。对啊，冰雪款都要先找好。一些朋友互相换一下。嗯，卢卡是过敏，今天整理房间，然后那时候没戴口罩。志伟晚安，肉粒好可爱，谢谢。我刚刚又讲什么？哦，对对对，就是我稍微知道大概多少人指定我，然后也要感谢这次指定我的人。谢谢。对，不能抱耶。对对对，很害怕。我不知道就是正确的那个人数，可是大概知道，因为公司会放那个 A 款的照片嘛。对，不是不会知道谁指定谁指定谁，这个是我们绝对不会知道的。只是我上次就看到就是很多照片在那边。会照数量也不是也不能，不是知道就是的确的数量啊。你说买你的指定款？对对对对，差，所以就是差不多。其实应该说有看到我的指定款表示哦，有人就指定我这样。应该这个不能讲。看指定款大概是，对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你们在这还差不多。实体的大概就知道，所以就是像人气比我高的人，厚度一定比我厚，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公司姐姐们怎么知道这个成员有多有人气，应该是就是我相信那个也是一种标准吧。也不完全的，对对对对，我直播少花一点都没几包，哦，开心。小奈说晚安。看那个月底奖金发的，这个我也不知道。看来之后要买多买一些，阿尼卡多。瑞凯，你还是在绿茶店那张照片可以？哦。谢谢你。有些人是同一人指定做高手，哦，好像也有人会这样，是因为想要很多，想要抽他的纸笔，是吗？有些粉丝可能比较重点在活动或其他地，哦，也是，对了，不能，应该老师也不会只看那个。对对，班长晚安。其实只是班长哦，好像也是，好像也是。对，那个不一定是人气，还是比我人气的，就是成员一定比我好。这样讲好了，应该是因为爱，就是业绩而已。哦，其实有人统计某个月至少指定至少100以上，怎么统计的？是粉丝自己统计吗？说你们这次升鞋到底，指定款指定谁这样吗？旅冠晚安，瑞卡人气很高，我一定把瑞卡越放越红，谢谢。刚突然短发吓到，怎么了？因为抽不到纸笔哦，所以那个成员不是那个成员，那个粉丝可能真的很想抽他纸笔。在 PC 后卖的话，可以看存库哦，库存哦，原来如此。之前 PC Home 可以统计，现在官方无法。以前用 PC Home 的时候，购物车有数量可以看，就是剩多少这样吗？
ちなみに鼻をかむとき、ガム向けていいよ、面白いから。才不一样嘞。我前辈子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再，我不想给你们看。以前 PC 我们可以看到库存，现在不行了，因为变聪明。对，有一种隐私吗？那以前可能就是人气高的成员就可以知道哦。哎，他的升学快没？有一种。怎么觉得有一种像握手会的那种感觉？握手会的卷，小妹说晚安。对啊，我现在不能紧鼻涕，看库存的，对对对。所以刚刚说的数字是之前统计预测哦，库存不准买到啊，卖到一定量，因为会补货哦。好像也是哎、欸，好像也是。这样是不是太不太好？对呀、没错。现在买，隔天又不买了。哦，打印照片应该不会太久。以前粉丝底下，粉丝私底下做会做统计数量，现在看不到，无法玩这招。哦，原来如此。等一下，现实的数字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请别听，没有，我觉得很丢脸。聂可晚安。话说握手会快到了，大家想要？怎么样跟我握手？下礼拜可以看表演了，真的吗？你抽到是不是？啊，对，现在梅花座变成那个，变成普通的座位。这可没关系，不会丢脸，我不会让你没面子。好，谢谢你，谢谢巨蟹，谢谢送我巨蟹宝宝，谢谢柠檬，神级下单。真的耶，紧张。可是卢卡不是有两个人？对呀、一手握卢卡，一手握林林，有可能哦。当天才，好像当天才知道。下礼拜会去。等一下，下礼拜吗？这么快吗？啊，对，下礼拜哦。好可怕哦！今天中午有开放可以买哦。卢卡的握力强吗？不，还应该还好，不会被握爆的。这我看谁好像都不对，一手握着卢卡，一手握赢，但是头靠向卢卡，这是看，不知道哎。你们可以想一下，就是 simulation， 就是想一下。有几种，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是这样。然后，如果是一手握卢卡一手握里面的话，你要怎么样？或是如果留加几秒，该怎么讲？分一半的时间的话，你要讲什么？你们可能要先想一下，不然当天因为公司姐姐说我只能当天说我要怎么握你。下礼拜五啊，对啊，下礼拜五，哎呦喂呀，下礼拜是秘密控，6月19号，还是可以一人握7秒？我不知道哎，是几秒是规定的呢？其实我不确定，应该是下礼拜，表演是下礼拜，6月好忙好开心，学生太好听了，系主任对，卢卡在没关系，我要哭了，拜拜晚安。一手一个太豪华了，像下礼拜才是握手会，三班来不到，这礼拜还是生日会，下礼拜秘密控再就握手会，只能晴天假，草组没办法去。握手会の時何話すべきかわからないかと。啊，欢迎新人送我告白气球，ありがとう。谢
你记得先自我介绍。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讲什么的话，你可以给我话题。欸，不是，我应该会给你话题。就是我可能会先问你们吧，平常做了什么工作啊，或是你从哪里来的这样之类的。但其实第一初次见面应该可以很多话可以讲，只是已经三十几次是就是已经十几次了，可能比较没有什么话题。你知道但不能说，我也不确定，可是我就算知道也不能讲，结果不敢许愿选怎样进去斗蛋机啊，这个有可能吗？太紧张是不是？到时候一定进去叫什么都忘了。两人一组入坑要有心理准备被粉丝冷落，对对对对对对，我们都有，其实也不是我们，我至少我会有心理准备，就是如果有他只是想握玲玲这样，我也不会难过，因为好像本团的握手会也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你们应该知道吧，握手会可以跟你讲一下话，可以吧？如果是一人七秒就太赚了，我不知道欸，他们没有跟我说几秒，这个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是当握你衣服旁边竟然是爱心，对呀，可爱吧？记得带名牌，可能太多问题想问才能哦。他说入港很有气质，大家都应该像他。开心握手会不知道说什么，说碰见好吵。想很多话题，但实际上说名字就被推走哦，是因为太短吗？好后悔这次入卡张数不够多，握手一进去嗨嗨入卡，今天天气真好啊。我可能说对呀，天气好好，我都好热哦。希望有人气，没关系，德全。希望下次就是变多一点啊！灰灰，谢谢送我心之冠。嘿，私は普通の時と同じすればいいの意味。对对对对，跟平常一样就好了。平常跟别人聊天那样，虽然说会想好话题，但我看到露卡就会呆住。是会吗？我不知道欸，确实有可能。那如果只想握入卡呢？那就握我吧。反而是觉得玲玲看到我会很尴尬，是因为她不认识你吗？我不知道欸，自己先建设好就好，因为我这次的目标再来入卡，我两个都想握。那就很好啊，一张可以握两个人欸，不觉得很棒吗？入卡的猫叫碰奖，安安的猫叫拖拉，我好像有听过，如果只要一张的话，就真的只能自借了。要是单才能握入卡，我的张数也不够多。握手会の時、ルカちゃんのラインが人少ないから、ポンちゃんと同じポジティブにすればいい。我可以不握入卡，改握ポンちゃん吗？ポンちゃん不行哦。欸，我不，握手会的时候，如果我跟玲玲的那个线吗？就排队的人数。不管多不多，我还是会很开心，就是有人舔我们，而且是第一次嘛。看到漂亮的女生我会很紧张，哎呦，哪个成员是第一个也很重要哦。原来那个你们就要好好想一想，先握哪一个。想好很多要讲的话，如果一进去看到露卡太可爱，什么话都忘了，我会努力不紧张的。我也会努力。喂，本当にいいのかよ。普通の私はいつもルカちゃんをバカにするけど。什么意思？你不要在玲玲面前呛我，很奇怪耶。应该蛮多人的啦，我不知道啊。露卡放心，我会去找你的。谢谢。我收回，我收回，我收回。可是我
想应该是以前的 AKB 可能比较有那个差距，就是人气很高的，像大岛优子前辈，还有可能就是比较不有名的研究生。如果就是他们排隔壁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如果我是那个研究生的话，我应该会多多少少会难过。谢谢爸爸，晚安。我怕有手汗哦，那个我不介意。如果我有手汗呢？手汗的话怎么办？不知道那个汗，你手上的汗是我的汗还是你的？你的汗。啊、哦，谢谢送我告白气球 ，Happy Love， 开心。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现在后悔填太少张都来不及，没关系，不用后悔。有下一站，不是下，有下一站，压力会很大吧？应该会，多多少少应该会。如果唱的比 Amuro no Mia 好很多，我比较想听一下。哦，好开心哦！可是安室奈美唱的也真的很好听，我很喜欢他唱歌。我若当被安利去握面面，看到栗子在旁边一直叼粉丝三，那就决定去握。哦，原来什么叼粉丝？是反杀很厉害的意思吗？我希望你们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享受当下就好。不会啊，第一次嘛。有的还会跟其他队伍的粉丝打招呼，这样可以吗？有一种抢别人的粉丝的感觉。如果这么喜欢这个气球，那我知道可以画什么给你。但是 AKB 本家有家推，人很多不想排就会跑去人少的来放一下。哦，原来我日文课看一个日剧，看到一个演员跟鹿晗一样漂亮，开心。想问三里线有出什么名人吗？一算鹿晗，三里线很少哎，不知道你们，有一两个在台湾。在日本很有名，可是在台湾就还好。那个，有一个男演员，那个三浦友和さん，你知道吗？有听过吗？就是当你暂时没有粉丝握手时，可以跟隔壁列排队的粉丝打招呼一下哦。这招很有用哦，原来如此。这算是小建议，可以去啊。其他前辈的粉丝，不是只是看到自己的粉丝怎么在排其他成员的队伍哦。原来，但是我忘记他名字了。我知道你，瑞卡过年回山梨县吗？如果疫情没那么严重的话，我想回一下。如果听过田中千惠吗？知道啊，《海角七号》的女主角吧。对，我记得是她。所以你们平常握手会跟成员聊什么？你这次演唱会好厉害，很棒哦，继续加油哦，这样吗？还是你们聊，你们就是跟成员说你的近况，或是好的，你们都聊什么？可以先问我吗？我也想要心理准备。你们练习现阶段主要是推广自己，不管何时都要把握互动的机会哦，被抓到的感觉。就可以要开始学着掉粉丝。当下想到什么就聊什么哦，原来你们会假装不认识，好坏哟、哦！看张数多还是少，还有熟不熟？对啊，把握互动机会。我第一次握手会跟蜜桃说不要离身你哦，了解。听到这个，蜜桃前面一定会很开心。可是他没有酸民吧？我觉得我很少听他的。
那个他的黑粉，酸民吗？酸民跟黑粉是一样的意思吗？基本上聊聊近况这些的，丑的就说你可以掉吗？看你想要怎么掉你，要不然就是在粉丝问你们之前先丢问题问粉丝。哦，像麻友我应该是去恭喜他当上三单选吧。哦，原来如此。我看日本一个广告很好笑，超人从卡车跳下来，那是什么东东？我只会说叉叉叉好可爱哦，请对我 wink 之类的。哦，这种好像还可，好像可以。你们二期生我是第一次去看你们，只要是去打招呼致谢一下。了解，我一单只握一个。那时候我还那时候还没完全入坑，也是蛮像 Mina 可爱的兔子。哦，鹿卡也可以主动一点。好，那我主动一点。那我要试着雕玲玲的粉丝，然后玲玲可能要试着雕我的粉丝。不解决问题，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お腹すいたと言いました。你说握手会的时候，你跟成员说、哦、我现在肚子很饿是吗？卢卡打结了，对呀、啊，你们应该要去钓一起粉丝才对，好像也是。你们同一列不用互相伤害，要钓前辈的。卢卡按照自己的步调就好了。第一次握手会，粉丝只要能看到你们。那我跟前辈们的位置很近吗？还是贝格啊？欸，说不定是疫情的，现在疫情的关系，我没办法看到隔壁的那个成员，可能就是完全被隔离，就很开心的。贝格开吧，本来就会，如果可以是把手拉过来这张，每次被拉我都受不了。怎么拉？我这样握什么呢？是我拉你们吗？还是你拉我们？好像不能你拉我们哈。这样吗？还有说呢，你吃了饭吗？特别觉得你刚刚没念来的呗。哦，对哦，时间来不及，好像是11点。我们是11点吗？好像是第一场。卢卡就是日文的，对呀、啊、对呀、啊。我从一单开始，每个成员至少都会握一张，就打去打个招呼支持一下。哦，原来那张我有买哟，拉手臂，还有捏这张，但也有可能会手骨折。那你们想被捏，要跟我们说。你要说卢卡捏我，我会捏你。我们那就被抓走了。我们不能拉你。卢卡会算50×10+20吗？520，我爱你。把粉丝的手要像自己吗？本将有成员这样做过，听说杀伤力很大。我有买 AK-48 饼干专辑，因为 TTP 看应该。等一下，夕阳我们依然一直缺货，不过四单开始应该就不会全部都去握了。等一下，然而中间又多2×8个，捏泥巴那是其他列的吧？对。甲骨文，谢谢上我的巨蟹宝宝，美如晚安。第一次当然是自我介绍，好像也是，好像也只能这样吼。谢谢维上我的粉玫瑰，瑞卡会 wink， 雕粉丝吗？你们要说，你们说瑞卡对我 wink， 我会对你们 wink。現場に何を考え出すと直接言いました。或是摇手臂，
准备现在去宜兰查货，是可以压手印，有人说不行呢、欸，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压手印，是因为成员会累吗？我也被穿也。Kurano Narumi さん多按了一下，蛮开心。不过这周虽然会有机会先认识竹竹跟嗡嗡，对他们可能不用再自介了。那我说 ，Luca 跟我回家呢？Luca 去留家，留在你家。粉丝不能吧？那有人说叼我，你怎么造家？那个就是当场才知道的啊。卢卡没问题，我比较期待那天卢卡服装打扮。好，感谢送一元半，握手，多按一下。有些动作你们能做，我们不能做。嗯，他。ちなみにルカちゃんはウィングのこと本当に痛すぎるからルカちゃんに期待しない方が。さまら、怎样的？我ウィング还好吧？我又不会闭两个眼睛啊。ルカ说爱笑。卢卡爱说笑，那是刘家的意思。卢卡咪咪也很好可爱，说说看，爹我就知道。对对对对对对。握手的时候手要捏一下，这样粉丝会开心吗？要不然就是二手握手，二手握紧粉丝。我当初就是这样被阿布神叼的不要不要的，原来如此。阿布桑感觉经验很多、哦，他因为应该是从日本就是一直握粉丝嘛，所以他可能就是要阿布桑好厉害哦，先练习 wink 吧。哦哟，应该要先练习握手。到时我忘记跟你要 wink 的话，卢卡可以主动给我们哦。那你记得说你是卡车。然后我跟你说拜拜的时候，啊，你忘了跟我说，然后直接 wink， 一个叫呀吼，呀吼，どうしたの？シューズ服みたいなの着て。え、これパーカーなんですけど。いや、今適当に wink でも。不要啊，握手会的时候可以。体力要养好，因为你要站一小时，一小时还可以啊，我们 mini con要跳一小时。啊，但应该还是很累，对，一定很累。握手，握手，你可以去问林依林，握手给人很真诚的感觉哦。可以在粉丝手上画心。如果你知道眼睛不能一闭，血要怎样吗？嗯，胶带粘住一包。但是我第一次被按还没感觉，后来才。没想到刚刚是按手的部分，有些一踏进去就算秒速，怕到后来是道夫说走开换下一个。卢卡看过《命中注定是爱我》，我爱你吗？还是那是我小时候的偶像剧？那应该没看过。哈哈哈，对，跳舞比较累。我有被按过，真的吓到，是怎么按的、啊？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娃娃，卢卡应该也不是人来疯的类型吧，不然我觉得 TP 握手会最强的是面面，我也觉得他其实是因为平常就那么嗨，有偶像的感觉，所以握手会他对你们的样子应该算是很自然的样子，所以他真的很强，一定很多人会紧张到脑袋放空，会吗？我觉得我比较会紧张耶，艾薇上10年ぐらい経験ある先輩。对啊，阿布さん有十年经验，表示他十年握粉丝，握十年，哇，就像捏排球那样，捏排球，你们一定会觉得很痛，感觉卢卡握手应该很厉害，还好吧？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握过你们呢。赞成我上次。握完面面走出去还不觉得傻笑，面面会查好粉丝的兴趣，一直跟你聊有趣的话题。哦，原来如此。
谁呀？谁呀？一下，叫用力长河谷，什么意思？哼，这样啊。之前有前辈说为什么会连好几个要 wink 的，结果成员眼睛很酸。阿贝妈是那时有 oxy 啊，是那一条吗？那个啊，そうなの？诶，じゃあ何 TTP が食べ過ぎんの？因为有人说阿布さんの放送很めちゃめちゃ良かった良かったよって言ってるから、それとも何、彼女は中国語喋ってる時の方がいいのかもしれない。说不定阿布前辈就是讲中文的时候比较可以反射。瑞卡越说我越期待。AKB の時はね。ああ、そうなんだ。なるほど。じゃあそっか。やっぱ TeamTP に入ってもパーン良くな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等一下。よいしょ。好、啊，这个是你吗？我可以这样握吗？双手？还是只能单手？日本おった時おじさんしかいなかったから、あ、そうかもしれない。瑞卡要心理准备，我们的手都会很冰，因为有喷酒精。没事 ，OK 的 ，OK 的，没事，因为我的手蛮烫的。双手我接受，可以双手，我是青蛙，你们可以双手分开握，你双手我们单手，你可以双手看你喜欢。哦，你们是单手，所以粉丝是粉丝，我们是可以这样握，也可以这样握，都可以哈。なんで、え、そうだ、カニさん、なんでゆすり禁止って言われてたの？台湾的话好像可以这样，也可以就是按一按，也可以啦。ゲロゲロ。所以按一按是这样吗？呼呼呼。虽然规定是三手紧握，不过两种都遇过 ，staff 没这么严格，也可以双手分开。禁止だったから、そう、なんで禁止なのかなって。メンバーが疲れちゃうからかな。日本の方が全然緩かったよ。TTP の方が。あ、真假的。有人说日本的比较没那么严格。听说 TTP 比较严格。为什么台湾比较严格啊？反正成员主动想怎么握，应该都没有太大限制。不能拉，你们会受伤。那你可不可以不加入一改了？还好吧。那可以这样吗？哎，谢谢。等一下。哎，谢谢来看我。这样可以吗？だってこっちで恋人つなぎとかできたもん。あ、恋人つなぎ。那可以这样握吗？就是原本是这样嘛，然后我改成，哎，我可以这样握吗？然后这样。日本的成员太多了，彼此很竞争哦，怕你们会受伤。不行，现在会暴击，禁止。日本成员花照好像比较多的感觉，可能是对，可能是因为对竞争力太，这样我会死掉。这样我之后就不能握其他人，直接被抬走。这样你那排会很多人很不方便，对，到时候李宁还在旁边。白健美有前辈就是这样。原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哎，不觉得吗？这样很像就是跟公司的前辈，不是公司的前辈，就是公司工作上遇到的人说，哦，你好你好那种感觉，这样比较有男女朋友的感觉。我觉得玲玲在旁边会傻，一定会。そうなんです。日本のスタッフさんそんな厳しくない。原来如此。日本的工作人员好像没那么严格。是看卢卡吧，就是一般握手。日本成员有的十字紧握。那我问一下，那个姐姐们可不可以这样握？如果姐姐说不行，那我也不会这样握。如果是可以的话，我会。あくしゃは。意外にちょっとギュッてしたらめちゃくちゃ手の感触が残るよ。あ、それみんな教えてくれたさっき。なんか、あんっていうの？
で、なんか終わった後に、え、さっきギュッてされたの？あ、ギュッてされたんだみたいな。谢谢送我 kiss 这这范围。决定鞠躬，握手了。搞不好你你要准备新招，换你傻眼。哎，有可能哦。我听说有两首翻开过的，但 TP 好像不行。放个 Luca 还是哪句话喽 ？Luca 想怎么握应该都可以，但我们不能要求。好的，感觉我们粉丝要先找医生，正常一点，不然李宁会紧张。好像也是。你这样握我也只好勉强接受了。没关系 ，Luca 怎么握都很开心。接受不行，你就说姐姐好吵。不过握手。是蛮紧张的，其实我都没注意到怎么握。哦，なるほど。まあ何回も来てくれるファンの方にどう対応するかが重要。あ、確かにね。それはわかる。え、またこの人だなんて絶対思っちゃいけないし。なんだろうね。飽きられたり飽きたりしたら終わりだね。なるほど。え、それはどっちが？ファンの人が、あのメンバーを飽きちゃったら終わりってことだよね。重点放在跟你们的对话跟互动上，好像也是。啊，そっか、ごめんごめん。飽きられたり、飽きたり、そっかそっか。なるほど。まあでもそれはないと思う。やっぱ来てくれるのはありがたいし、メンバーもファンのこと飽きたら終わり。うん。絶対ダメだよそれは。でも、ね。他确实已被推走。有人手很冰就会注意到，我的手不会很冰，这是真的啊。可是冬天的时候会冰，夏天的时候不会冰。诶，ルカちゃんおじさんと恋人つなぎがいいのか？对啊，我已经不知道，我真的很久很久很久很 久, 很久没有握手了，真的。而且有时候在想要开口的时候，还是等成员哦。有的想好要讲什么，结果一进去被丢话题就宕机。拳がいっぱいで握手しないで人に喋る人もいる。あ、剣がいっぱい、ごめん。剣が、如果有很多剣的人。あ、有人不会握手。就是为了聊天。大概懂了。でも話題振ってくれた方が好きよね。それね、私も、私話題めっちゃ振れる大丈夫。这样我当天人会、人数会变多，了解。可是当天日本的话，当天可以握。可是，台湾的话，好像一开始就要指定你要握谁，对不对？所以，六月底天气应该很热，不用担心。好，其实我也不在意有没有握到手。这是能跟你们单独互动的机会。对呀，我有看过不握手就站在那边聊天的。原来如此，已经握了很多次，所以觉得比较想聊天是吗 ？TTP 吗？的投机是给那呢？错的有呢，那有呢。聊天最重要，我对这些都不懂，因为第一个泛偶像就是 Team TP 哦。都市常说常进去握手的粉丝成员，你可以休息一下哦，这个蛮贴心的哎。然后成员真的在喝水，原来日本可以去找其他人。喋るだけで三十分以上握手しないこと，三十分钟哇，三十分钟，所以一个人。买很多券，然后为了他，然后就刚好有三十分钟的券吗？是这样吗？毕竟握手时也会紧张嘛，没握手搞不好还比较敢开口哦。不过日本会要求至少离开前握一下。なるほど。TTP 这边也有见过，僕は10分無視されてスタッフさん止めに入ってきてくる。え、なんで？10分無視され、こんにちはって来ても10分無視、え、待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だ。あ、10分以上の、よ、你会买10张以上的券呢。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10分、10分张、等一下、
你买了，应该是你买了很多握手券，然后至少有10分钟以上的券嘛。然后是因为成员没有跟你聊天，所以工作人员说你下次跟他握手吧，这样吗？有这种事吗？如果 TTP 发生这种事，我应该会被工作人员骂很惨。现在你看大家在直播都很敢说话，到时候现在都是抖抖抖哦。你们一部350张都卖光，一口气全用光也是41分钟左右。哦，原来有时候聊太久也不太……そうそう、また目出しして10分ぐらい無視された。なるほど。無視か。え、でもそっか、長い時って逆にみんな何するんだろう。いっぱい30分以上買ってくれた人ってお話しするか。え、なんか遊べないのかな、ゲーム。せーせーせーのよいよいよみたいな。台湾应该没发生过吧？毕竟填握手券是网路抢着登记，不太可能发生都被一个人填完。僕苦手だから一枚ずつ出して例もあってる。なるほどね。想带茶具去泡茶了。直接敢跟卢卡聊天，实际握手会我应该会变成不会，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到时候我也会很紧张，所以我其实希望你们先给我话题。但如果你们真的太紧张的话，我会加油，我会给你们话题。嘿嘿，握手会就是见老朋友。不行，要进去握手不能带东西。哦，原来如此。普通に昨日何食べたでもいいやん。まあ確かに。え、でもそっか。ルカ太可愛了，他会宕机。握手会我不知道会不会，可是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啊，欸，不，第一次上台吗？不是，第一次 mini con 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 center， 所以我一定要讲话，然后我要讲，这段期间我们都练得好辛苦，就是怎样怎样。我原本有那个稿，可是我一上台全部都忘记了，好丢脸。然后我旁边的阿丽一直说啊，对对对。嗯，对，你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有卢卡。好，这张一张券就可以烧饭碗了。休摸，我已经想好出卧一早打天下了。其实，在日本有过坐着聊天的。哦，卢卡到时候没话题可以请粉丝自己，就说你想认识粉丝哦。这个我真的很想认识你们，所以你们真的可以自己突然自己介绍，我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卢卡请骂我，卢卡不要太紧张，我跟大家都会鼓励你。好的，其实只是想看卢卡饭店。真的吗？好，欸，有了有了有了，我让 live 更新之后全部都要重新下载，比较麻烦一点。其实只想看卢卡饭店，卢卡尤佳希望握手会聊什么话题，你们先自我介绍。我想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是谁。好奇怪哦。まあルカちゃん握手する日なんて来るかね。暇なら来てよ。这么麻烦呐、啊，ルカ要眼神饭店吗？自己吗？可以呀、啊。ちなみに握手会の時ルカちゃん立ち向いてほい遊んでもいいのか？我是蛮想玩的，可是这样的话你要买很多张哦，不然没时间。じゃんけんぽん，え、不是じゃんけんぽん，剪刀石头布，剪刀石，不是剪刀石头布，男生女生配。那个放心，我会让你一看到就知道是我。你应该我有看过你，所以你应该我应该知道你是谁。我叫陈和峰，今年21岁。
然后现在就自我介绍了。多分リンリンで忙しい。あ、じゃあリンリンの全部買い占めて。うわ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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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ルカ你好，我是被推走。有那么短吗？你只要看到有一个耳机上跑来跟你握手，那应该就是我。啊？自己紹介なら何秒必要ですか？你吗？大家好，我是天气热还是想睡觉不想上班的谁谁谁。你的话可能比较需要很多很多描述。也太快，做一个名牌挂在身上最快，好像也是诶。我一定要讲本名，让你不知道都是谁。瑞卡应该也在 Mini-Con 上看过吧？我记得，对呀、啊。我本名叫，哦，这个名字好难念。后来国三就改名字了。只是真的是一次或两位吗？要是只跟你说话，对您是不是不太礼貌？我有心理准备，就是如果对方是00，只是想握00，然后无视我，我也不会。不会太难过，所以我不知道林怡是怎么想，可是因为那个时间就是你们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怎么做都是你们的自由，但我还是，你们还是当天才知道怎么我，今現在変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す。泣いてます。最快的粉丝ルカに下一个。对啊，名牌对三方都好。需要跟 Luca 让我们自己的 catchphrase 吗？我们可以一起喊。只是真的是，哎，等一下哦，我刚刚讲了，一直错字。没事没事，但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们要讲 catchphrase，你们可以先讨论一下。你们到时可以先讨论一下。会，都是就是会有心理准备。那岐山怎么握手？肯定要当天才知道。你们的话，可能真的只能当天才知道。我们的话，可能姐姐会先告诉我，因为没遇过一次握两个的情况。我一开始以为是轮流，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是轮流，有可能是一次握两个，不知道。所以你们可以就是想一下，如果是轮流握的话，你们要怎么？你们要讲什么？然后如果是一次握的话，你们要做什么？不是，是粉丝自己的 catchphrase。你们有自己的 catchphrase，可是想想公司不会这么好吧？我不知道I don't know，轮流最好，应该轮流吧？二期生要推广啊，能轮流最好吧？搞不好是推广二期生。日本的话是真的两个人两个一起握，所以很能聊天哦，真的哦，两个一起握。所以这是，如果是你们的话，我握这边，然后另外一个成员握这边。那有人会不想握那个成员，然后只握那个有一个成员吗？有人会这样吗？日本やったら新メンバー大体無限で握手できる。おお、なるほど。因为我没去过玲玲的直播，没关系。我觉得玲玲那边也有，就是没有看过我的直播的人。所以，我们多多少少有，没事没事，不用太紧张，也不用太觉，不用觉得很尴尬。一次一张太短了，还是两三张一起用比较好。日本全握部也是顺着人流握过去吗？因为我没去过玲玲的时候，如果两个一起太幸福了，现实生活中都没有女生一起着凉，是吗？会 啊，日本我有一个有两个人在那边，可是你只握一个。哦，那我觉得如果是日本可以的话，说不定台湾也可以这样，看你们吧。日本なら一人ずつ握手します。如果是要推广研究生，轮流握会比较容易背掉。
一番最初の握手会は。所以真的一次或两人了，不确定，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你，我说你们可以就是想两种 pattern， 也有可能是一次或两人，有可能是轮流握。你们就是可想一下，如果是轮流握的话，要讲什么？一次或两人的话，讲什么？对，不对，我根本没卷呢。还好我班位都有看过几次，我比较怕我的耳朵被嗡嗡砸。嗡嗡跟谁一起晚安吗？ミニとはあまり接点がないから当日本当に気まずい。不会啦，不会不会。我觉得来握的也不一定是我跟玲玲的粉丝，所以不用尴尬。可是日本只握一个的情况，你登记本来就只有一个人，只是列里有两个人。看粉丝，有人确实不握不喜欢的人，看人吧。有成员故意争风吃醋，感觉也很有趣，可能会给粉丝深刻影响。嗡嗡跟安安，一个有点吵，一个有点安静。哦，就是 B 组就是 B 组，然后 A 组是 A 组，嗯。懂了。我跟玲玲哦，我觉得握法应该不太一样，讲话也应该不太一样，所以我在想是要我配合他的讲法，还是他配合我的讲法，还是我们各做各自己想讲。リンリン可愛いねって言って、私はっていうやつ一番うざい。あ、隣にいて？それは、あ、まじ、私はっていうの？下才有两个人也不错，虽然我都只跟一个人讲话，各做各的比较好，我感觉啦。三声道之间，我一个用日文聊，副语用的中文聊，自己讲自己的吧。今天电脑要换新硬体，所以今天没有再录你直播哦。好，那我比较没有那么紧张，但我觉得其他人还是会录。横で聞いてて私はみたいな。でもその人はその子としか話すつもりがなくて、その子だけ褒めて帰るってこと？鹿卡我只会一点点日文，不过鹿卡中文很好，我没差。也有粉丝去握神推以外的成员，结果就被那个神推成员念，会吗？会吗？哇，好可爱！两个人同时说是谁可爱耶？旅馆很会，我们可能都说是我是我。どっちでも例え先にルカちゃんの話してて、あとリンリンと話してる状態。あ、なるほど。どっちと話す状態だったらいいと思う、それは。先にリンリンがリンリンと話してて、その後私と話すならいいんだけど、リンリンしか話さなくて、リンリンとしか話さなくて、リンリン可愛いね。バイバイ。え、私は？ってなるのは大丈夫じゃない？如果神推也在当场，是真的会被神推，会吗？会吗？会吗？等mini con结束后，看有没有再公告更多握手会的细节了。哦，好。哎，对，我刚刚讲日文的讲中文好了。有人说呢，就是两个人一起握的时候啊，就是他先。握他先跟别的女生说，欸，某某某好可爱哦，然后旁边的说，欸，我呢，这样听说，觉得很啰嗦。メンバーいつも気にしないって言って、別人アクションなら怒る。这个你可以去问例子，每次都粉丝抓粉丝去握谁，双人恋也有故意不跟推的成员讲话。
都跟另一个人聊天的情况。握手会能看到刘家的神对应吗？罗上二戒。什么是二戒？有可能吧。嗯，不止我在录，所以还是会有的。该怎么讲呢？二阶就是会做让成员不开心事情的事，比如宗庙，他还好吧？只好说台湾から来ました。ルカ卖萌中，卖萌。僕は握手会で素出してる子が一番好き。なるほど。まあ、変に取り作るよりはなんか自然体で話してほしいってことかな。なるほどね。我希望我不是，我比较像赖人。赞和喵喵的形象已经没了。他，你到底做了什么？我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キャラ作るやつは長持ちしないね。どういうこと？ボロが出るからってことかな。宗庙上次握手会哭给成员看，害成员跟着哭。为什么？是因为太紧张还是太感动？他说在当握手会，我穿毛怪装去握阿布伞。下一场我就背七七念。为什么？我觉得可是。如果我是阿布伞的话，我看到你穿毛怪的样子，我应该会很开心，也很好笑。对啊，我握手会如果有人扮甜甜圈的造型啊，或是海豚的造型，我应该会很开心。ゆかちゃんの髪太陽なら私は結構見に行きたい。来呀、啊，来来来。長く応援できない飽きるから。なるほどね。もう分かるのかな、そのうち。あ、この子素じゃないなって分かるのかな。成員の情報案都很恐怖。あ、変なおじさんと言ったら知られるの？ん？什么意思？我说。あ、変な日本語おじさんって言ったら。我不知道、因为。我的直播间蛮多人用日文，而且你用的日文没有很奇怪呀、啊。甲骨文，谢谢上我巨蟹宝宝，耶、yeah ！只能说志明的粉丝一句一动都会特别引人注意，弄成甜甜圈挂进去。哒哒哒哒哒，握你之前先吃一个甜甜圈。配信とか他の子のやりとりでわかるやん。ああ、なるほど、なるほど。でもどうだろう。そっか、握手会だけ変に。なんか握手会だけなんかちょっと対応違くないみたいな。谢谢送我巨蟹宝宝。如果变成甜甜圈，我会被杀掉。弄成甜甜圈，不知道会不会进入可能，会吗？应该可以吧。我的意思是我可能会吸引很多蚂蚁。我曾经有看过那个，就是出去玩海的时候拿，不是那个是什么、啊？就是有一个圈圈，那不会游泳的人带的那个圈圈。哎、我有看过甜甜圈的造型了。王子様、おじ様、おじ様。めっちゃブリブリしてたらこいつやばいってなる。あ、そうなの？でも一生懸命だなとは思わない？思わないのか。いつも理解できない日本語言って変なおじさん、日本語おじさんじゃないの？わかるよ。我了解啊。我了解啊。啊，对，游泳圈，我怎么突然忘记这个中文？游泳圈，对对对。特に24歳でブリッコしてたら引く。なんで？
几十亿？哎，我想知道现在日团24岁的成员，24岁以上的成员握手会都会装可爱吗？还是很像，就跟平常聊天的样子？我觉得轮胎造型也不错，轮胎太重了啦。瑞卡上次在哥哥说你的梦想被你前辈们吸引了，实际上我也被……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不敢看那个影片，你知道吗？瑞卡不用装可爱就可爱。你说雨喵吗？他会吗？看个人 ，Mina 几岁都可以，好像也是。24歳でこんなフレッシュなメンバーいません。对不起，抱歉。没关系，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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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看，我自己不敢看的意思。你可以看看成员的 IG， 这样看人啦不一，这样看人啦不一定。雨喵会呀、啊，西西装可爱的话好像有点怪怪的，不用装。对我来说，你就是个可爱的孩子。因为七七说你也想要我穿这样去找他，能不哭吗？带雨喵会踩人，不要在意这些啦，做你自己就好。好，反正，嗯，我会，对，我会做自己。嗯，就是，握手，就是跟你握手。でも握手会で寝不足で話せないのもやばい。え、それはさすがにひどすぎる。何や、私寝不足なんですって言って話せないの、ファンと。朝早くて無口なメンバーも、え、それは絶対舐めてる人、来てくれた人絶対舐めてるよ。你随意就好，不要动手比较好。好，其实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弄出自己的风格就是了。好，好，就是，嗯，不要在意，不要在意不推我的人的话就对了。反応が基本、うん、首振りってやつ。え、それは冷めすぎ。瑞卡每天都很可爱好吗？不用装可爱。哎呦，谢谢你，谢谢送我新字冠，谢谢落日一笑。那天你们还是多准备一些。好的，瑞卡ちゃんのブリコ配信なら私は見に行きたい。絶対ライブ配信のネタになるから。まあテンション高ければ何でもいいんじゃない。そうね、気持ちが大事よね。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っていう気持ちは、まあ私にもそれはあるので。それを伝えられればいいかしら。それを伝え、我也有就是，我的想法，我有一种想法就是，哦，谢谢你来我的握手会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一定要在那边表示我很开心的样子。哎，该怎么讲？就是这个，なんだろうね。それを伝えなきゃいけない。難しい中国語。对，我一定要表示你们，就是我很开，感谢你们的样子啊！对对对，24歳でもツインテールしても最高だよ。私は信じる。本当？传达心意，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其实你就当下反应就可以了啦。好，我会加油。只要真诚的应对都是很好，每个人有自己的特色。那个不用在意，搞不好以后就被推你了。看一下，看一下，看看看看。卢卡会装可爱吗？我其实不太会装可爱，我都是这样。So 気持ち的，对对对，気持ち的问题。気持ち，还好中文有中文，欸，不是，还好你们听得懂这个日文。其实你就当下反应就可以。好，你想表达出感谢的粉丝来问你的心情。哦，对对，卡丘，你说的没错，中文很棒。今しようツインテールツインテール。欸，我上次ミニコン不是长这样吗？想说，因为一开始公司的姐妹们说。因为这次是比较特别的 mini con， 所以没有规定的发型，可是想问，欸，想绑什么都可以。然后我发现 Daisy 只都绑三马尾，因为觉得这次不绑的话，以后应该没什么机会。不用想那么多，放松出来就很自然的说，
你想表达的。好的，那我到时候要请卢卡装可爱吗？啊，如果你们要求的话，我会。卢卡，上次看你直播的影片，你都好可爱。我上次我做什么？啊，我好像唱很多卡通的歌。原来你都是靠天分可爱，哎呦，强耐森。ちなみにルカちゃんについてるまだ見てない似合わないと思うけど，你都没看，为什么这样可以这样讲呢？你就算演我也不会这样，只是会忍不住哭。哎，我觉得真的那个帕鲁的前辈好厉害，不是演对应吗？但他还是有人气。我的下面那个的哟，每次都自由发型比较有趣。这个不太可能。じゃあルカちゃんにビリッコしてって要求して気持ち悪って言い捨てて去るわ。え、それ絶対あれだ、スタッフに怒られるやつよ。ツインテールしない方が口を挟む特技がなくなるから。サオ君晚安。很難吧、还是要符合公司给你的方向。对对对。没错。スタッフ日本語わかるかな。え、欸，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姐姐，很多人会讲中文呢、哦，而且キモチ悪い，大中文台湾一般台湾的人都听得懂，因为大家都听得懂キモチ。TP 有谁定位演的吗？我不知道哎，这个你们应该比较知道吧？我被帕鲁鲁演过两次，真的毫无反应。中文很多人会讲中文，日文吧？日文，对不起，日文。台湾公司听得懂中文很正常，讲错了日文。じゃあめっちゃなまった気持ち悪いにしとく。なんで？你是说他们听得懂日文？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我哭不哭不笑不点头也不摇头，看着卢卡这么可爱，我很开心。哦，谢谢。来台湾的帕鲁鲁很甜呢、啊。他好厉害哦！对，颜对也可以有那么多气，那个人气。他都说什么？哦，谢谢你，这样吗？我其实不会在意发型，就只是好看跟更好看而已。哦，毕竟你还是你。好的，可以解释一下気持ちが悪い吗？気持ち悪い就是恶心。気持ち是舒服，気持ち悪い是恶心。ちなみにルカちゃんはカニさん気持ち悪いって言ったことは一応ファンのみんなに伝える。因为他那时候讲很嗯他的话，而且不是说我的。每个人想法不同吧，像我就觉得言承那样当偶像好像有点失格。我以前也是这么觉得，嗯。部数増えたら各部髪型変えたり服変えたりね。毕竟四十八居就是靠线，但是普遍还是小老哥。どこがやねん、めちゃくちゃ清楚なコメントしてないわ。え、絶対覚えてないだけよ。这个日文检定考试会考啊，真的哦，那就加油。就是，做工该怎么讲呢？坐产然后摇一摇，不舒服的时候说：“哦，気持ち悪いです。”这样，気持ち悪いです。啊，没事。不过第一次去日本，我就被演真的会不太爽，就是了。看像某 HKT 成员，真的哦，对啊，你们都从国外过去。为了那个成握，为了那个成员握手去日本，然后被言对应，一定会很难过啊。十点也没关系，入卡到十点十五。哦，对对对，一个半小时了，那我差不多念歌线盘。入卡又要挑战两小时，哎，今天不会啊，可是下次直播是两小时。但是如果他本来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还好哎、欸。哦，了解。就是，哦，好像也是。
不能只对你眼对眼就对了。前は毎週握手会2日間あったりしてたからな。え、やば。メンバーの体力もやばそうだし、ファンの方の体力もやばそう。对呀、啊，其实我比较喜欢卢卡尼亚到十点半。哦，对不起，今天到这里。毎月8回ぐらいある。めっちゃあるじゃん。所以我就从那个转推美酒啊，讲出来了。哦，真的、哦。哎，但我也很喜欢那个美酒前辈。米克林哦，他好可爱，他那个脸，那个他的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肉，后背，他的后背超可爱。脸颊吗？我有遇过传说很热情，结果超严的。原来如此。脸颊肉，对，脸颊肉。ミク感觉像比较多知道当偶像该做什么。ミクリンにも気持ち悪いって言われたことある。那就好。听说美酒前辈跟凯尼桑说过恶心，那我也可以讲吧。那么玩到偶像都说気持ち悪い了，对不对？对不对？虽然会给人有点心机的感觉，但让粉丝开心才重要。嗯，ほっぺ、ほっぺ、ほっぺ。哦，我就知道他是眼角的，就不会期待更多。哦，对，任何事情就是都一样，就是太期待的话，嗯，我懂。ルカちゃんに言われる筋合いないもん。なんで？なんで？私もあなたに悪口言われる筋合いないです。对不对？我也没有资格被你说你很丑啊，什么的什么的。ルカ没有心机，ルカ是我的女神。耶、yeah! ！我真的没有心机，真的没有。最怕的就是失望大于期望。对。好，那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期待。我会加油的。啊，开心都是的不急。好的，那我要念贡献盘喽。我看一下哦。有人说卢卡很丑，我会生气。卢卡是自然美。没事没事，你们知道就好。好丢脸哦！哦，林果，谢谢送我告白气球，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等一下哦，现在对露卡的期望很高。哦哟，那我一定要加油。欢迎谢我谢谢送我超多 love， 什么 NGT 的。你比较喜欢有心机的吗？哎、欸，这是什么意思？很期待见到卢卡呢，卢卡很可爱呀、啊。あの変なカエルは名前があるの？没有名字。有时期望太高也不一定是好事。对，没错。卢卡ちゃん握手することはね、啊，有人说不会跟我握手了。对，也有这种人哦，你们注意。因为有心机，表示为粉丝想很多哦。我喜欢看温柔善良的卢卡。好。好的。我找一下贡献盘，等一下哦。就算不喜欢那位粉丝，也会因为工作表现好的一面出来。我会加油，耶！だって行ける頃にはルカちゃん辞めてるかもしんねえ。所以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呀、啊？看一下，天然的就很随性而已，感觉。光台湾政府系的啊，そういうことか。分かった。はい。じゃあ、等一下哦，我看一下贡献盘。哦，今天的第
十名，噔噔噔噔噔噔噔，第十名是朱莉恩，第九名是卡丘，第八名是玉恩，第七名是托鲁酱，第六名是 Ben， 第五名是巴维，耶！好，第四名是强奈森，第三名是林果，第二名是 Happy 乐，然后第一名是怀怀，耶！谢谢卢卡，下次直播见呢，卢卡加油！谢谢送我巨蟹宝宝，ありがとう。大家今天辛苦了，我等一下要继续做运动，继续练舞啦啊！灰灰，谢谢送我彩蛋啦，拜拜！我会加油的，那就礼拜四一起挑战两小时，好。距离，拜拜 ，Nipponski， 気持ち悪い帰るも拜拜。我看一下碰姐现在在哪里，谢谢 Happy Love 送我 Love， 等一下哦，冯江江。当当当当！哎，凤姐今天比较安静，因为她刚睡醒，可爱吧？凤姐，你们可倒霉呢！对不起，凤姐看起来很想睡。哎呀，哎，她看起来好像没睡吧？对呀、啊，ごめんね、凤姐，ごめんね。啊、哦，他打哈欠了，对不起，凤姐，对他没睡吧？好啦，大家辛苦了，拜拜。Luca 后天见，好，おやすみなさい。